下面这段文字啊，再发给内地严广啊。这里面有这个人家要问的，这个六欲天的这个淫欲从哪里来的啊？六欲天，天界是讲到心性之中的下凡处，觉体的下凡。觉体下凡不是真正有个凡可下，是觉体随缘之时，仿佛就有什么向下成就一切凡情，凡情就叫众生相现，随众现众生。所以最初你先不要想到无色界，现出色界时，我们虽然叫做梵，都称梵，叫色禅，但最初能现出的时候，那个色叫色究竟，因为它能起身究竟，色究竟。为什么起身究竟？我就跟你讲，能现一切色的，它不是拿哪一个色来量它的，但是不能拿哪两个色的来量它那个色，它能起成一切种种诸色，它是色究竟，色究竟。因为你不能那个拿哪个法来量它，所以它一定能够随缘现起种种色。所以第二个天就是什么？你会发现这个智慧就不断往下下界，下界就是智慧念念流言，念念扑输出去，扑输向下扑输，就是叫下凡。所以下面在色究竟处，它就是善现嘛，能够懂得善，就是懂得在性能之中明白，能够一切现。因为有如是现，下一个作用就是善见嘛，能够起成如是见。所以讲到禅天，你都还知道性中的流布。那入到狱中来了，狱中第一天叫什么？六狱之中第一天叫他化自在了。为什么叫他化自在？前面禅天先不说，因为禅中有这个十八天啊，你一天天这一堂课讲不完了。先讲六欲，问的就是六欲。既然是他能现色，他能善现，他能善见，善见善现是在性中说的现，跟性中说的见，那意思就是什么？他随缘能化他，叫现嘛。觉心在黑，能够化现于黑；觉心在白，化现于白，叫化他嘛，叫做能够化他嘛。可是这明明本来是觉心缘起化他之时，到了欲界就变成他化，就变他化了。你听得懂吗？大家听得懂吗？你们有的时候眼睛要看看上面，不能老是闭着眼在下面，不行，就变成他化。什么叫他化？镜子一定随缘现黑现白，现黑现白处，你突然马上就变成了是黑是白了。明明镜子能照黑照白，下一秒就变成了黑中的感觉，白中的感觉了。但是黑的感觉、白中的感觉，其实就是镜体它能现化的。可是明明是现化于他时，马上就变成了在他说种种话，叫他化。他化自在，但是这个自在是在哪里说的自在？根本本来常住，因为他就是觉心，就是能够如是现。要不能如是现，哪有无始生死根本？他就能够现出他吗？要不能够现，因为现他，要不能够现出他化，那个觉心不能够圆明。但是现出他化时，就有什么？就好像就有觉心，就有势力在上面，在感受之中，就有势力之中，在这边起成种种取着，起成种种欲望，那种欲望就是我过去讲的如相都讲，人生而进，天之性也；感悟而动，性之欲也。因为它能够着情了嘛，欲界就是开始着情，情想的情，还没到想，它是情，想重就沉，沉沦，它最初知道的是情，所以情中现实他化了，师父把它头先调一下，先讲他化，以事为欲。什么叫事为欲？先讲到情了，情是什么？它能够事，事就是起身对待，刚开始有对待，本来是没有对待的，本来是化他，那有对待，他化就有对待，所以化他还是梵天，他化就成欲界，所以以事为欲。然后就变成乐变化，就在这个化他之中，就乐于如是变化，就依他说变，依他说话，就抓着感受之中，依他所起，依他说变，依他说话。所以到了乐化乐天，
你就拿这个化为乐，叫也叫做乐变化天啊，乐变化天，以事相为喻，以如是事，为什么看到如是相？对待浊而喜也，是因为有前面的对待，然后现在开始浊了，浊于对待而觉得欢喜。所以说那个欢喜就是那个欲望，那个欲望就是淫也，就是淫心。所以那个淫心之中还没到最后，你感觉到人间这么样的垢染，那个欲心之中，那个就是淫心了。淫心那叫做什么？淫意就向下淫意了，淫心现前，那就是欲望。所以在对待之中，因为浊了，浊了就是对待，所以觉得心中欢喜，起成了喜心了，叫事相为喻。然后呢，兜率天，兜率天叫知足天，因为你事相就开始什么，就已经有浊了，浊了就在知中说种种知了。但最初在知中说种种知，知是最丰富相，那个知虽然已经到了欲界他化，但是那个知是在喜在怒，是清清楚楚，那现在眼前你永远已经忘记了是化他的心中的其名，那个是梵天的功德，你已经忘记了，但是你刚开始知道一些知识是最丰富的。所以它叫什么？执手为欲，执手抓的手就叫欲望。所以兜率天抓手就成淫，就叫欲望。为什么执手为欲？执就什么？执叫记着，前面不是着吗？着而喜吗？现在记着如是着，执为记着。手是什么意思？手是起成了掌握，你好像真的掌握什么了？掌握喜之喜，掌握怒之怒，掌握一切感受最初那种势力，掌握为欲。拿这个东西变成你心里面念念向下奔流的欲望，在那边繁衍的欲望，不单讲奔流，它有繁衍的欲望。但这个繁衍还不到众生最末后人间畜生以后的那种淫欲，那种欲，那种现身现种种身欲，那还不是啊。所以夜摩天叫什么？善十分。所以你既然能够捉持，尤其掌握，起身掌握了，因为捉持掌握了，夜摩天也抱持为欲，那刚开始是掌握，所以真的有如是喜，那后来整个怀抱抱持。但是整个怀抱抱持之时呢，它还是善十分哦。什么叫善十分？十就是应缘当下。但是念念之间，在如是应缘当下，它还不会欲举，他知道如是的十分表示什么？他能守住如是理，守住如是仪。但是整个手虽然说手，可是已经是什么？整体已经怀抱感受了，抱持为欲，抱叫做什么？永怀为抱。什么叫做持？善利为持，利就是利益的利。所以他就在这边说种种能，在这边说种种善，从此以后就在这边流转，以这为欲，叫做善十分啊，又叫做夜摩天。道立天以风为喻，就是因为你如实的抱持怀抱，所以他开始什么？起成风范，起成风流啊，风这种如实的感受能够流也流布。所以道立天就开始，其实那个刀子从心从刀就是开始分割片片布。所以河图啊，古书河图上说什么是风？天地之实也，实是我们出国这个大使的使，派遣的使臣的使，天地之实也。实是什么意思？是跟用先前，天地之实也。有古人说，古人解释说是阴阳怒而为风，阴阳彼此怒而为风。阴阳怒是什么意思？阴阳盛就是起身鼓动为风。怒他为什么不讲盛，要讲怒？怒字有他的道理在，怒字从奴心先前，就是被他奴役了，意识了，就被他意识，所以意识叫做风啊，叫做天地之实也。使就是被劳役啊，还有叫放役，所以使者是劳役的役，就是被意识的役啊，衙役的那个役啊，衙役就是意识的役，跟一个放役的役，起成流俗之动，万物欲焉，万物欲焉啊，就是风，以风为喻，就是看它的流也，看它的流布。那道立天，所以道立天在哪里？它上面还是虚空啊，还就是空，但是那空已经是往下降的空了，下接地界了。
他在啊，在那个这个山顶啊，在这个山顶这刚那个这个叫什么？终身业感最初业感的最初啊，山顶之上的山顶之上，所以叫做以风为运啊。四天王天呢，以行交为运。什么叫行交？物感交发，物感交发。那个行交已经能够化物了，所以在物感彼此之间感，这叫激发，不能叫交发，激发激动的激发叫四天王天。所以四天王天还能够把持，虽然把持感受之中还能把持，能够灭一切恶，但是在灭恶之时已经是在物感，是善是恶已经是物感激发，就以这个为运，就以这个为运，念念之间以死为运啊。所以下面的这个解释里面，谓之天者，天然自然，乐甚深甚。谓之天者，就是从一大之中流也。所以讲到就是如是性也，就是如是性，就是如此。一名最甚，一名光明，以其所欲不同，故名六欲天。这就是告诉你，如是的欲是性中必然。但是你要在这个性中必然，你以为就开始堕在人间这种造作吗？人间是什么？人间呢、啊？要到人间是行会留住为因，彼此留住，所以它有赤白，还要交合奔流，在这边寻觅交合碰撞，连赤白二相都还要碰撞，那叫留住，而且是行会，已经到了会，形体之会留住，那已经是。背离如是天境，天还叫一大，那是性之欲也，那是性之欲也，那是根本本来的性情。可是堕了人间以后，就造成了种种世间的种种业感之中的种种四身的激发啊，四身的激发。所以这是叫做六欲天的淫欲。那不同人间，人间当然就是从六欲天中一直到最末，但是到人之中，虽然还有身欲现象，有这个行会的这种作用，但是在行会之中还能够什么？还能在一切染污当前，你能够明白向道的发心吗？也就是刚刚讲的，能够在一切生死根本当下，你明白其实就有什么？你真元体现吗？能够明白你真元体现吗？不然你到哪里说种种修行？你在哪里说发菩提心？不就是感受上发菩提心吗？你在哪里说有道家之说？不就是在你现前每一个念头当前，你才能够明白道家之说？你能离开现前每个念头吗？你离开每个念头里面就没有念头，没有念头谁的道家？觉心都灭，那都成妄说。所以六天之中的欲望，六欲天中的欲望是你明白觉心到了开始成就世界时，它念念向下的势力里面开始叫做留意，流于放逸，流于这个行逸，逸就是放逸的逸了，那就是最初的欲望，那就感悟而动，最初的欲望。但是堕在最末梢以后，就是彼此的主持刚强那种爱然，那是人间啊，那是人间。